停了，把到那到车站那桌子那挡着了。三十告诉我。小舅，不行。不知道咋的，最近了，野哥打铃吧。哎，打铃。大宝。刚作业，刚作业啊，刚作业。现在是队长，咱干啥的？咋回事呢？咱干里头还没出完呢，这边儿他不出，他别医院得了，在人民那等着呢。啊，是吧？上医院了，肯定的。好嘞好嘞好嘞，快点快点啊，好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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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爷爷先出了，带着带随车医生，不是谁要谁要谁要先吃住爷爷，哎那个小刘好，来来爷爷先吃，零一零二三没开大门，零六零七零八零九零一零一一零二先吃先吃住，六零六零七零八二一二二三二四二六二七二八二九三零，来快来，我们走，快走，快走，来快别让走，来快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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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多的这个上来吧，上来没事，上来。你听见我说话吗？能吗？有痰吗？能吐出来吗？吐出来像吐了什么？一会儿去吸一下痰。能喘气儿就行。好了，这就上来了。不吸，别逼拍他，别拍。是的，那可玩具的，玩具的，行不行？杨伟啊，你好，杨哥，叔。啊，喂，我们上线了，忘了开导过来了。好了，来。这感觉怎么样？等120的，不是。